难道这次不救吗？我们还没有探究对方虚实，这个上去就该白白送死，知道吗？人命关天，岂能贪生怕死？师父。 去晚了就没了。快走，快点！这位大哥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庙里边发粮食呢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发粮食？师傅，他们发粮食，这下我们不用饿死了。那边小孩刚被捉走，这边庙里就发粮，不对劲，走，看看去。 听说和尚找老百姓化缘，没有听说过老百姓找和尚化缘的。